地画一个圈，就站这儿，站一个终点。那个古人他就站一个终点，他不动。你现在不行啊，站一个终点，坐在牢里下他还想办法给跑出来呢。他那种行为，人的这个品质天生来的。所以但贵子之见，不贵子，你只要之见正确就行。对现在的人呢，那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但贵子行旅，不贵子之见。你这个人有修行没得修行，有佛法没得佛法，有道行没得道行，我不听你说，我看你的行为，就这么一句话啊。现在人都会说没得东西他能把个说个东西出来啊，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什么用呢？没得用，所以看你的行为啊。所以这个就这么两句话，但贵子之见，是不贵子行旅，懂吧？我们今天在禅堂里像用功也是这个样子，但贵子行旅，禅堂不是要请开示吗？这个请开示，这是一件大事。初发心的人尤其重要，自己不会用功，要人指点呢，所以我们这个禅堂，打七，用功，它有一套班子，规范我们的身心，特别是讲究用功。三年复试水禅堂里呀，不错，我名义上担任一个主期，什么主期呢？就是为大家做一些后勤工作，有少吃了少穿了少用了，我做这种工作。真正领导大家用功的呢，把这个责任落在禅堂的各位扳手师傅身上。你看我们禅堂的扳手师傅啊，都是饱餐饱学的，功夫用的都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初发心的人想学用功，要有人指导啊。这个请开示也有规矩，请开示用什么功，请什么开示。也不能说我不参念佛是谁，我持咒我念佛也去请开示，这个不合法啊。而且单手师父在对待请开示这个问题上呢，那要主持公道，不跟他谈别的啊，就问他念佛是谁，你功夫用的什么样子，怎么了啊，给予指导，点点拨拨啊，大家都能够安心的不走歪路，不走狭路啊，正面参念佛是谁。十个棋打下来，如果你真正按照禅堂的要求啊，在一切处一切时都参念佛是谁啊，那个你可以不要把这个禅堂打七小看了。近代的我们禅宗两位那一个就是一位就是虚云老和尚和我们家的老和尚，都是在禅堂打七开悟的，都是在禅堂打七开悟的
啊，所以禅宗这个道场是不辜负天下人的。唯恐有些人不是在这头想来打去用功的，就是该来混混的，这个呢我们不大欢迎，对不对啊？啊，禅堂啊，就是禅用功办道的地方啊，这不是打混的地方啊。啊，说多了打圆场，大家把就进来。不跟上啊？怎么穿的都没有
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礼义之邦，文明古国，我们佛教，佛教的寺院特别讲到这个禅堂，也是尊重礼仪的。现在打七，打到两个七，现在是请开始的时间。请开始，讲开始，都讲理解，讲理啊，就是那不是道理那个理，理就是礼仪的礼。中国古书有礼记啊，那个礼。禅堂里他班老师讲开是扳手，不是一个人。往年高明寺打气，禅堂的扳手师傅有十几位呢，扳手是统称，扳手也有前后，从坐圆到首座，到西堂、后堂、堂主，有前有后，那就要讲礼仪。讲到禅堂讲开始，轮流讲的，今天头一位扳手讲，明天第二位扳手讲，第三位、第四位依次讲。他有个什么规矩呢？前边的人讲开始，后头的扳手都要进堂听开始。那么谈到后边的人讲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前边的扳手师傅呢必须先要让开，让到什么地方呢？出堂啊，你在前头，他在后头，他不好讲啊。为什么不好讲呢？没有理，这就是理。往年讲开始，是他班长师傅出去，说着说着冬天打气啊，天气是蛮冷的，在禅堂里边还罢了，出了禅堂寒风凛冽，到哪儿去啊？也不能到疗房去。所以后来呢就把这个规矩稍微调整一下，后头的扳手讲开始，前头的扳手出去先让一让，等到后头的扳手开始讲了，前头的扳手呢可以回来啊，这就不怪了。那么到了现在调整又调整，爽直都在禅堂里头，
轮到哪一位扳手师讲，哪一位扳手师傅就讲，那就采取了相互学习。这也还是我们常说的，做什么一件事情都是讲到合情、合法、合理，这个三个方面呢都要照顾到，还要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多方面照顾到，这个事情呢就做得圆满了。这是讲一个理。尊理就不产生矛盾了，不然的话，我这个扳手在你前头，我在这个地方，哪有你讲话的地方啊？这不就争了吗？这个还有一个理，就是这个禅堂也好，大殿也好，有两个规矩，大家要注意。大殿、禅堂是不允许手上拿到照明的东西进禅堂的，比如说我拿个手电筒就摇摇晃晃进禅堂，这是不行的啊。过去把它手电筒就是那个灯笼啊，就是晚上了天黑了走路打个灯笼，这个灯笼也不能进大殿，也不能够进禅堂。那我这个人是从外边打的灯笼来的，我要进禅堂怎么办？我要进大殿怎么办？那你必须把这个灯笼挂在大殿或者禅堂之外，你才能进来。这什么道理啊？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我一说你就知道了。这个禅堂、大殿都是供佛的地方，佛是有光明的啊。你把这个灯笼拿进来算什么意思啊？你还是照佛，你还是照什么东西？佛光普照，你从外边拿一个灯笼来照什么？这是佛住持的地方。你像这些个道理我们都经过的。我们当年在杭州圣水寺亲近静修老法师，那年上海有一位老法师他去拜望老法师的，不错，他是个法师，能讲经，但是他禅堂这些个参学呢他没有。早上上早殿，他就拿着一个灯笼拎到大殿里头去，当时被我们这个静修老师就检点了，那就不客气了啊，你这个讲经的法师这么一点参学都没有，
你怎么能到外头跑啊？你还教化人吗？这是一个。你像我这个禅堂跑香都是右绕的，没有左绕的啊。右绕也就是顺时针绕的，就是就这么右绕啊，朝右边绕啊。不允许走到圈子。走到圈子那叫做逆行啊。修行的人用功办道，讲究行是顺道而行，怎么能够逆道而行呢？在禅堂特别讲究这一点，每天都跑香，都是右绕的啊。就是在那个沙弥律仪53句咒啊，右绕于塔所行无逆。凡是我们出家人受过戒的都知道吧，绕塔都是右绕的，没得左绕的。塔就是供佛的，禅堂一直讲究这么一个规矩，就是佛前你要是经过的话必须右绕。但是大家要注意，禅堂不错，是右绕的，但是也有时间呢是左绕的。打蛋板挂二板讲开始都是左绕的，他必须左绕，左绕才合法，对不对啊？讲开始也面对面讲，哎，我们现在坐在这也是面对面讲的，打到站板站在那儿讲开始，绕着跟着绕着佛龛子讲开始，那就是逆着，不是顺绕的。这就叫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啊，要相依。除了这个以外都要右绕。今天养息香止境之前先跑香，先吃茶，挂二板吃茶，打碎板跑香，时间到了打站板，打到站板以后打抽结，就这么一个过程。我说的我问的怎么搞的，我说是我的责任，那你们听不听呢我也没有办法。吃过茶，收过杯子，煎香出味桌香板，打催板跑香，时间到了打站板，那个时间到了，维洛师父每支香都要喊起字，
他的韩起字，魏道时候韩起字的在什么地方呢？都在这个东北国啊。韩起字，一声韩起字，那个当知的就要跟到韦洛后头跑啊。韦洛时候喊起字，起头他喊，最后一个起字也是他喊的，他喊最后一个起字，那喊起字都是举香版的啊。那个当知的就在韦洛师傅后头，一声喊起字了，韦洛这个当时就在韦洛师傅后头。韦洛师傅一边喊起字，一边用香板指挥这个当值的跑向香桌，准备打站板。打了站板以后，韦洛师傅就捉香板啊，捉了香板以后，那是打抽解鱼子啊，出堂大小将方赶快。这个地方我看到好像是有点问题，所以我就问的啊，是的，打到战板以后，韦洛师傅他要到韦，他就归位捉香板。他这个归位怎么归的呢？他是从佛龛子后头绕到佛前，从佛前归位的。这个首先这就是闯，那就是啊，就是闯佛了，就是佛的眼前呢只能够是这么转的。那么就有人说了，他是这个韦洛师傅要归位捉香板，要抄圈子，这抄什么圈子啊？这抄什么圈子？站板打下来，那个尖枝的，这支香尖香的，无论你这个站板打下来站在什么地方，一声打下来，你就那个就出位了啊，出位到什么呢？啊，卷帘子啊，准备打轿香。韦洛师傅打了站板了，就顺势朝自己的位子跑，跑到位子捉香板，烤一锤鱼子，打抽解，喊啊，大爷家伙赶快，就是这么个规矩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韦洛师傅，你今天打抽解的时候，你归位从哪归的？从佛后面到的。啊？从佛后面到的。你从哪归的？从东南角。啊？东南角从佛后面。是不是从佛前归的？对。从佛前走，那就是倒行逆施，那是不允许的。
请你过来。反正我们这个打棋的时间长，我们什么都要学，嗯，你们学不学我反正我讲的归我讲，也不是说我讲的都对啊，我讲的不对了，大家呢多提意见，我共同把这个规矩呢大家共同立共同遵守啊。你今天这个养心香吃过茶了啊，煎香的煮过香板，煮过香不是要打脆板吗？啊，打个什么跑香哎，香到了，那不是要煮香板吗？煮了香板不是要打抽结吗？对不对啊？啊，你喊起子喊过了以后，当知的到香桌上打了站板，你就要开始朝你的位子上跑，捉这个香板，敲这一锤鱼子，开始打抽结。你为什么事情不直接往自己的位子上跑，要从福坎的后头绕到福坎的前头去绕呢？我是跟前面文道学的啊，前面的文道是这么教的。什么？他说跟前面学的。什么？跟以前的文道学的。嗯，以前的文道就是我，你跟我学的啊啊，你跟我学的。嗯，这还我还有责任呢，你跟我学的啊。嗯嗯，那你不知道，你本来是可以一直就归位了，对啊，这么一直就归位了，那你反而呢不归位，就从福坎的后头绕到前头就归位，是什么意思啊？嗯，我也想当残雪，怎么了？活到老学到老吗？你告诉我什么意思呢？嗯，至于你打了站板，那个尖枝的要出去挂帘子，煎香的要出去烤轿香，他们这两个人打站板的时候，他们呢都是在跑香，跑到什么地方打到什么地方，站在什么地方都从什么地方出去，不关你的事啊。你归位煮香板，煮过香板以后呢，随时喊一句大家咱们赶快就这个事儿，那么开始呢那个靠三香的人呢就在门口呢靠三站叫三香，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嗯，禅期没有三香啊，禅期没有三香什么的，他说禅期没三靠三站叫香。哦，叫香，靠三站叫香，门口三站叫香啊，那个叫香的事呢我再跟你说叫香，我一行行讲啊。这个说起来今年打这个棋，我不是个主棋的人啊，也不像怎么七绕八绕的把我绕到来主棋了，懂了？那么既然主了这个棋，那我就有这个责任，嗯啊，大规矩小法子，这是天下人的残学啊，用功办道，参见佛是谁，那更加要紧，先要把这个身都是拿好啊，然后呢再拿这个心，身安了心安了，我们开始一帆风顺的开始用功办道啊。说你这个维罗师傅责任重大啊，这个禅堂就靠你来撑了，般若师傅帮你的忙的，就是调重就是你的事儿。嗯，你喊起子气过喊过了啊，打了站板你就一就顺着喊起子打站板，你就朝位子上跑了，朝位子上跑嘛，到了位子嘛，
捉一锤相吧，那捉过以后嘛，捉过相吧以后嘛，烤一锤鱼子，对不对啊？烤一锤鱼子嘛，打臭姐，啊，那你喊一声，大爷咱们赶快，要开始烤叫香，头三针，是不是这个意思？嗯。那么我顺到这个时间再跟大家说一说，我前天说的捉这个香吧。我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我反正呢，看到了就想说，维洛师傅，在维洛师傅那个本位捉香板，就是一捉随跳，抄圈子。比如说两个人抄圈子到佛前，那就是说呢，一捉。一捉随跳，对不对啊？对，这个有一个区别，对不对？什么叫做一捉随跳？什么叫做一捉随跳？这个有一个区别。你能够区别开来啊？可以啊，能够能够就好。既然能够就好。那你就给我们给大家示范示范这个一捉随跳，好，就是一捉随跳是怎么会什么样子，好啊，那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两边往那边再不行啊，就是一捉一捉随跳，一捉水跳 啊，你这个叫，这叫什么？这个叫一捉水跳。第二个，这叫一捉水跳，这叫一捉水跳，啊，一捉水跳怎么考的吧？不要跑啊！啊，这个就对了，这个叫一捉水跳。凡是围了时候回到自己的本位捉这个香板，就是一捉随跳，抄圈子在佛前，包括每只香煎香除味，在佛龛的两边捉这个香板，都是一捉随跳，这个大家要统一啊，统一就成规矩了，你这么做他那么做，那就不成规矩，那怎么成规矩啊？我这个还要想一想。还有这个送位子，这是个礼啊，这不是道理的理啊，理解对那个被送位子的人表示尊重，说要送位子，打臭结，打正板，挂二板，凡是跑香跑到了，时间到了都要送位子，这是什么个道理呢？不是人人都要送位子，和尚、扳手师傅是要送位子的，其他人不送。送位子就是跑香啊，要打站板了，或者是要打抽解了，送位子就是他这个人坐在什么地方，要打站板了，打下来以后他站下来就站在他这个位子高头，
这是表示对他的尊重，他不要跑了，再好没有，哎，讲讲好，一站就站在这位置高头。送位子是这么个意思。那么现在说是不送位子了，啊，这个不送位子就跟跑香，跟位子，跟这个跑香，那个跟圈子有关系。这跑香的人跟什么圈子？因为首领这个，因为班主师傅的这个位子呢，都是靠墙的。但他有的时候的跑香呢，他不靠校园，都在里圈子跑。就是里圈子跑，这个位子怎么送？在里头跑就不能送位子了，啊。就不能送位子，嗯，你比如我今天方丈和尚进堂跑香，那是那恐怕就是打臭结吧，啊，他人在什么地方呢？在东单，一锤一的打下来了，他就站在那儿，他的位子在门口。嗯，他还要跑那么远的路到他的位子，这还是近的，要是远一点，他要是人跑跑到这个北边，跑到我这边来也打一个站板，那他要归位坐香，他也跑那么远的。嗯，不要跑那么远吗？嗯，其他人我就不顾了，只要在禅堂那样，站在最前头的，比如说首座和尚不在，那就是西堂师父为前为主，啊，西堂师父不在，那就是后堂师父在前头，都要送位子。啊，那么他们这个跑香班主说他不耐不靠的位置自己的位置跑，我这位置怎么送？也可以送位子啊，那方向他在里，他在微道扶坎子跑，他送这个位子呢，你不要等到他人跑到，哦，说是西藏师傅，跑到我这儿来了，你打站板，你让这个西藏师傅要跑多远呢？啊，嗯，他跑到前面去，你就可以送他的位子，赶最近的距离送他的位子，这是个理解啊。中国人中华民族最讲究这个理解的啊，理解就是尊重，对不对啊？嗯，他们班主师傅基本上呢都在那个西南果上那一边。你要是看到这个围路师傅要注意啊，看到这个跑经常跑香的哪个班主师傅在前头，你就注意了。要想喊起字，你就注意了。啊，他跑到那边去了，你就喊注意，你就喊，啊。啊，不是跑到东北国，跑到东北国他怎么跑啊？那站好了怎么跑啊？跑那么远呢、啊？位子不能送吗？消佛的人呢、啊？最最需要的就是心要细，这个都是粗心造成的，马马虎虎。嗯，马马虎虎，不要说是禅堂的规矩还不起来啊，你用功也不行啊，哎，那什么事情都要认真，一认真，什么事情都会办得好的。嗯，
人家说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就什么事情就是讲认真，认真实事求是的。嗯，做相反。不好的。是的，所以想把这个今年这个期，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尽可能的跟大家说一说。这种机会对我来说都不多了。说一回算一回。包括有人关于这个打井车，打井车往年是天天打的，和尚每一天这个养一箱进场都打井车，一天不落。你要我天天打井车，也不是说是做不到，这个呢还是，对我来说就是那就是家常便饭，无所谓的。但是考虑到我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年事已高啊，体力呢，也不够用，都不够用，所以能够。从简一点呢就从简一点，如果今年我打算就是每一个期起期这一天经常打一个警车啊。打警车不是呢诸方禅堂这个警车怎么打我不太知道，也料之一二，但是跟我们打呢警车都是打两块香板啊，但是打的这个味道就不一样。老和尚在，老和尚打香板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么打的，但是要有一个要求，警车打得好要得助于那个维乐师傅拨这个圈子拨得好，你拨得好我就打得好。你看我们现在打响板啊，人多人少对我来说不在乎，你就打300人500人你就1000人我倒打，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个圈子要拨得好，不能够拨一边就是打成就打到就打就都打这边，他必须两边打啊，当机又适当，对吧？那就是你拨圈子拨得好，我圈我的几经就打得好。这都是给天下人当参学的啊，一举一动啊如法次第。我们禅堂毕竟还有这么多的人呢，人家都眼睛耳朵听到眼睛看到，怎么了啊？你看现在到了第四天了，每一个期到了第四天都请开始，请开始也有规矩。那我们今天这个班主师傅请开始说是有人要到我那儿请开始，我自己
也要有自知之明。到我那儿请开始，可以说一个人都没有。我这个说话，我是不打妄语的，对不对啊？往年请开始，既然请开始的人呢，有一个这么一个，是毛病啊，也不是习气，就是哪个班主任说会讲开始，我专门就请他，是不是啊？这班主任说请开始，班主任说嘛，就他是分地方做的啊，大家请开始。按照道理说，就是每一个班主任面前只允许一个人请开始，一个人请过了以后，第二个人请，第二人请过，第三个人请，不允许呼啦一下子跟着十几二十个人在那个地方。如果要是那么请开始，那就是禅堂讲开始了，好吧？我往年也做过实验，就是在禅堂请开，我说大家经常什么就在禅堂请嘛，大家听听，蛮好的嘛，透明的，公开的，没有秘密，有什么秘密啊？请开始，除了请用功的开始以外，什么事情也不能讲。借到请开始谈家常，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那是不行的，那叫请开始啊。往年请开始，班主师傅在莲花井开始还泡茶呢，还有点心吃呢，那叫请开始吗？这些个弊病都要扫除干净。哎呀，不好了，我这个肚子有点不好。哎呀，就这样子吧。接下来，请方丈和尚跟大家说说，我今天要请这个。不好了，还追着我走呢。时间还好呢，还早呢，请方丈和尚继续跟他们说说啊，我这肚子不大好。南无本师